收看 People Webcast。端午节刚过，在新冠肺炎疫情威胁逐渐淡化的时刻，许多活动都顺利的举办，也吸引大批的民众前往参加。各地的公民记者透过镜头记录不同地区庆端午的特色活动，充满节庆的喜悦，带你一起去看看。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的一个活动，尤其今天在我们公会堂前来举办这个活动。那今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内容也非常的多，尤其我们等一下会推出的就是我们这个尖尖堆。那尖尖堆也是我们鹿港一个传统的一个美食，尤其到端午节这天，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来尖尖堆。那尤其这个尖尖堆，在早期老一辈的传说说尖尖堆就是好像是有了女娲补天，那在我们家家户户也会尖尖堆来祭拜我们的祖先，也告诉我们祖先说今天是端午节的一个节庆，让祖先也能够了解说今天就是这个过端午过节的最快。今天做的是香包，是五月节的香包，里面呢有很多艾草、细心、白芷，还有紫苏、紫绿、肉桂、大黄、薄荷，还有是菖蒲、藿香、南昌树、金银花，还有龙脑，做起来很有过节的气氛，很香，很棒，非常好。羊肉嘛，做好诶，心情换做好诶。我上次已经做过一次了，这是第二次做。然后去吊车上，然后放家里面。送人也很好，送给小朋友，都很好。
包，啊，就坐起来，就是早起行来，去吃饭，吼，啊，大家拢坐一桌，是迄个会当保平安，啊，嘛会闻到这个香味，就是袂讲是妈妈阿嬷做的，吼，啊，互大家拢安尼过了，做平安。我要送给我的家人，然后还有我姐夫和我侄子侄女。又是凤凰花开的季节了，一群沉浸在各个领域各领风骚的老人家们，退休养老，后月听雨吃茶散步之余，齐聚在乐活天地的教室里，跟着老师借学习打发时间，他们忘掉了过去，正是所谓的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过去的都已过去了，为了追寻健康快乐，在地安老据点学习没有烦恼呀。把它混在一起做彩绘的吗？哇，心好学生用心做，好棒，好高兴，快乐，插花很好玩。就在端午佳节前夕，他们学习着做香包、折龙船，看着同伴欢笑，打自个人内心里释放。尤其是绣着自己的作品时，那份成就感常令志工们欣慰不已。除了能重拾往日的喜乐，让儿孙们看看他们今天的成效之外，在乐活天地里还可以结交新朋友，彼此鼓励学习，安抚情绪，抗衰老等等。新北市在地安老据点的确是在地安老没烦恼，是个好去处呀。为促进里民情感连结，关怀地方弱势，嘉义市车店社区关怀协会于6月14日上午，甲里内空地办理纵横天下家人爱心送关怀活动，由义工们包出2000颗应景粽子，现场与参与民众分享，并规划将粽子送至地方弱势家庭，分享佳节氛围。我里内是因为老人化很多，所以我也尽量把这个粽子送到老人家的手上，一些边缘户手上，我并没有说低收入户来赠送，我送的是有需要的、真正被要关怀的，这是我这次办这个佳节给他们团圆。活动为促进多元文化融合，特邀请嘉义市新移民女性关怀协会的姐妹们，现场分享各国特色粽子供参与民众享用。方形粽、长圆粽及湖南、江西、海南等地的粽子，包含着咸、甜、辣等各种风味。海南的粽子是用花椒叶打的，跟台湾都不一样。我们有七种，香菇、鱿鱼、虾米、排骨，还有腊肠。海南粽子这几年都有两种口味，甜的。在享用美食之间，亦有外配在现场吃到久违的家乡味，从粽子里传出浓浓的思乡情感。我今天看到家乡的粽子，我想到了妈妈，妈妈的味道好好吃哦。米食文化是东南亚各国很重要的传统之一，在不同文化的包裹下，有着各种形式的呈现。台湾在这新移民时代里，从饮食间学习不同文化的精神，
希望在多元融合的过程里有更多的理解与尊重，让爱永续。桃园市政府配合杨美故事园区2020年重新开放参观，开幕展览邀请到客家植物染李廷正老师展出植物染之美，天然色再利用的布展。6月25号起庆祝端午节连假，1连4天举办欢庆端午试营运活动。除了举办让民众报名参加的 DIY 课程，每天还提供100颗客家果种给民众品尝。桃园府最近好像有好多就是上市空间，然后再重新做新的规划，然后可以给我们民众有一些新的去处。尤其是年假的时候，刚好疫情关系，不能外出，就进来这里看一看，也看看当地的历史文化，当地的故事。端午节的第一场手作课程由新良坪社区大学客家语创作手作李飞纯老师现场教导民众 DIY 手作应景香包。每当有节庆活动，各地公民记者的协力拍摄最能够展现公民记者的集体力量，也透过这些公民报道让观众朋友看到不同地区活动的热闹景象。谢谢这些特别记录报道的公民记者朋友们。 TIBO Webcast， 我们下次见。